看我如何拿你女朋友。帮我先拿快递吧。哎，我帮你拿快递去。哎呀，谁不知道我女朋友最漂亮了？不仅长得好看，化妆也漂亮。谢谢你夸我，你夸我我也不去。我、哦、真的，我真的发现你这个妆化特别好看，就有点可惜。怎么了？哪里不对？可惜你不出门啊，别人看不到你这么好看的妆容。你这么漂亮，不出去秀一秀，那不可惜吗？真的，再说你这个发型特别饱满，我觉得显得颅顶很高。你这出去稍微吹吹风，那就是个飘飘欲仙。是吗？可是我妆化没化完呢。哎，正所谓留白留天地，你如果全化完了，会显得很刻意。就是现在这种留爆琵琶半遮面的朦胧感，才最动人心弦，我就最喜欢。那我先去尝试一下我的眉毛，顺便给你拿快递。哎，先别着急，你再想想，如果你回来的时候手里再提了一把零食，再提点水果，大家会觉得你不仅漂亮，而且很顾家，对吧？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由内而外都很温柔贤惠的女生。好，别说了，你要吃什么？发给我，我给你。啊，我就发给你。好，发给我。哎，帮我倒杯水吧，再帮我洗个水果啊。你怎么不自己去？你让我去，是不是要使唤我？怎么可能？我这不是想让你体验一下懒人的生活吗？你让我一个当时有时给你洗水果的，还让我体验男人生活、啊、那还不是咱家新换了美的云朵白色净水器和云朵536冰箱吗？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来来，你跟我来，来来来。以前你不是总嫌烧过的自来水不干净吗？这个净水器可以直接净化水质，按照需求不能还能低温出水，最关键是它废水很少，这样以后你就不用每次都搬大桶水喝了呀。嗯，来，再过来。还有这个冰箱容量超级大，买东西可以使劲穿，而且它不串味啊，拿出来的水果也很新鲜，想吃鲜水果就不用下楼再买了，你说是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啊，是挺有道理哈。那肯定的，我能骗你吗？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颜值和氛围啊！你看这净水器和冰箱多配咱家这个环境啊，家里瞬间就温馨起来了，再加上你今天穿这身白色连衣裙，瞬间就体现出你那种温柔优雅的气质，你再把水果从冰箱里拿出来，又有了那种贤妻良母的品质。选的没错。所以说真不是我不愿意动，而是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实在是太漂亮了，让我不知不觉就想到以后结婚我出去努力拼搏你在这手后方的样子，所以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啊，是吧？是。当情侣吵架很客气时，哎，你好，老公，你之前听了一下吗？我有个事在这憋憋着，想和你讨论讨论。你看，实在不好意思，我的游戏刚开呢，我没空和你讨论。哦哦，明白明白，我明白你打游戏的重要性，但是也希望你理解一下我这事情的紧迫性，你看好不好？说你整这些，你看，你早拿出来不一点事儿没有啊？那现在可以讨论吗？讨论讨论可以讨论。哎，麻烦你打主流，不麻烦，不好意思啊。啊，你说吧，你可以，我来吧。好，咱走一下流程啊。好，这是第一项，昨天就刷到完了，今天还在吃的，你看。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那个我插一嘴哈，嗯，但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我是为了希望你好配合，咱什么都好说，你别最后弄得很难看。好，那我明白。那哎，那我直接说，我直接道歉了。我昨天哪里打爆了，对不起。就我也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诚实。嗯，那第二项，好吧，怎么了？但这个两天前让你洗了一场，到现在还热不热？但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我得解释一下啊。你说，不是我不想洗衣服，而是咱家的洗衣机太老了，它不仅洗不干净，而且噪音很大，不知道这个解释你能不能理解？这么个事？对呀，所以不是我想偷懒，而且家里的洗衣机不给力，我也没办法呀。哎，你这个情况我非常理解，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早已经把家人洗衣机换成了美的日干科技元气纯净血铅洗烘套装呢。它拥有悟空除菌洗功能，洗衣机烘干机都搭载了可可元气棒，可以有效清理衣物中的各种有害菌，衣服洗得特别干净。而且我还换了美的领航者3家用中央空调，一站解决全屋的空气问题。你没感觉最近抽出来这个风都变清新了吗？这么个事儿啊，怪不得家里的智能系统突然好用了呢。你对这个家是一点儿不上心呀，啊？所以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嗯，没了，还是你技高一筹，我输得心服口服，这才是我错了。不过你换这些东西一定花了不少钱吧？哎，也没有，美的81不是一句换新，为1000个用户免费换新家，更能允许免费买上足球之旅和定制周边呢。哎呀。看到你对这个家的所有作为，我真的是非常惭愧。是你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我想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小美满了。你总结的非常好，我都有点感动着了。但是这个欠不欠发归发，你见谅，我还是要对你进行宣判的。啊，这个鉴于你还没有履行情侣生活中做家务的义务，现在根据家法做出以下判决：一、进行家务义务劳动一个月；二、剥夺电脑电视使用权一周；三、每晚回家每天时间由10点改为8点。那什么？这个家务劳动、电子游戏和门禁时间都是基本赋权，你家法不能高于基本赋权，所以我觉得此次判决是无效的吧？哎呀，理解理解，你这么想也是正常的，嗯，但是你可能忘了，在家庭中齐全是高于赋权的，所以判决还是不变。我反对，你这不公平吧？哎，你可以反对，但是我劝你，咱走点后行啊。你要这么弄弄吗？我觉得您说的没毛病，哎，啊，没毛病。对了，
假如我能预判女朋友所有能生气的点，别给我个解释！我昨天让你晒的衣服，为你生怕今天阳台上没油，你不知道我要穿吗？来，所有的衣服都洗好晾干放衣柜了，你要穿哪件我给你拿。哎，没给我买点水果吗？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吃点水果，你不知道吗？橙子，我不爱吃橙子，我要吃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太甜了，我要吃西瓜。来，西瓜。西瓜为什么不给我切块？你来，切开的西瓜，你先吃着，我先去忙点别的啊。吃吧，哎，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你不知道我减肥的吗？你知道我也是还做这些。哦，没关系，我准备了全麦面包和生菜，你吃这个吧。我减肥你光吃这个，你想饿死我啊？我相信了。不是，还有这个呢，我还特意给你准备了茶花弄的白金酸奶，这里面有西北特色甜胚子，燕麦发酵而成，越嚼越香，又好吃又营养，特别适合轻食减脂，作为一日三餐替代。尝尝，喝。这还有一杯，都是你的。你干嘛呀？怎么了？没什么事，只是揍你。我什么没干好吗？我家务做了，我水果给你切了，我还给你买了那个白金酸奶。我都知道，但是我媳妇心情不顺，我揍你才能发泄出来。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我都干好了。我不讲道理啊！我现在就离了。不是，我揍你了，揍你了！看你不顺眼，你凭什么让我揍？1974年，第一次在东南亚打自由搏击。我的女朋友真的变了，具体怎么说呢？就是越来越潇洒了。她很漂亮，但以前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点放开，买衣服的时候也总会刻意避开那些吊带小短裙，太露了。这个是就连我夸她，她也不会大大方方的承认。这个事儿嘛，我本来想圈的是不是有点短。以前的她虽然青春有活力，但总归是有些拘束，可是现在她可以大大方方的谈论生理期，可以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甚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计划出去玩啊，在冰室，机票我看好了，很便宜，去不去？是吗？必须去，想去就去。我疑惑他为什么渐渐潇洒了起来，他告诉我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长大了吧。那长大了怎么就潇洒了呢？因为长大了，所以就看开了。以前小，所以总是很内向；稍微大点了吧，也总是很焦虑。你忘了，我身上都是因为穷上那个疤痕自卑呢。这个我知道，我还记得我给你买过美皮护来。对、啊，这个。我当时就是没皮肤，糟糕问题的这样用着，不仅淡化了我的疤痕，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我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必要去迎合别人的想法。只要我是没有爱我的人，我就更应该好好爱自己，这样就已经很幸福了，不是吗？我还真没想到我们对你影响这么大。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自己内心没想到。也不是，主要还是因为我是没有爱我的人，才让我意识到了原来爱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爱自己。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再迷茫了，也不会再焦虑了。不焦虑，不焦虑，你天天喊着要减肥。你什么都这样吗？我只要自律，我要拔汗衣和拔汗膏也是因为自律啊。好好好，那我再给你添上一个来。好、啊。好，完美。是啊，爱人先爱己，只有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不会辜负那些一直对你充满期待的人，把自己变成更加闪亮的人，才是让爱你的那个他最幸福的方式。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